在坐标平面上描绘二次函数 y 等于负 x 二次方的图形。首先，我们先将 x 值和它所对应的 y 值列表如下。所以，当 x 等于负3、负2、负1、0、1、2、3的时候，对应的 y 值分别是负9、负4、负1、0、负1、负4、负9。接着，我们将上述的这些坐标点仿照 y 等于 x 二次方的图形的画法，先将坐标点点出来，之后以平滑的曲线将这些点由左至右依序连接起来，如右图，就会形成 y 等于负 x 二次方的图形。